迄间毛买一粒，一颗一颗煮两颗，两颗蛋拿出来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先把它洗一下，然后这个等一下要丢进去。好，单手打鸡蛋，我技术够高哦。这就叫做白同学深夜料理时间哦。现在抖音啊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怎么崩你？怎么崩你啦？把这个蛋花放进去啊，成功啊！我家己动手吃，做起来一台两粒能煮起来那少，这两颗蛋做起来很少呢。